喂，大家好，今日系2019年7月12号啊。咁最近我哋知道香港18区咧都有呢个连农场啊，即系连农场就系咁周围贴啲 memo 纸咁样啦。咁呢度就讲单新闻，咁然后会讲一个消灭连农场嘅方法嘅。啊，有一个黄色版本，有一个蓝色版本。咁呢单新闻呢，我一路睇一路笑，即系我谂唔明点解贴面冇纸都可以发生流血事件。咁好多人就为香港人发声打气啦，18区系咁贴呢个连侬墙啦，系咪？咁其实呢，贴嘅人就多过破坏嘅人嘅。其实我想讲呢，你唔俾人集中咁贴呢，到时仲大镬，即系佢喺你屋企门口贴都得噶。即系好似以前咧，你可能小学、中学嗰阵时咧，我画只龟跟住跳喺人哋书包后面咁啫嘛。咁 anyway 啦，破坏嗰啲人嘅质素有目共睹啦，有啲又几安，有啲又唔知乜咁。咁讲翻呢个沙田嘅水泉澳村嗰度啦，有个50几兜嘅，咁就有啲乡音味正，咁咧就好似007咁担住口烟咯。然后呢，就走去呢个露天广场度，系咁闹，系咁闹，系咁闹，闹嗰个守护嗰啲男女义工咁样啦。但系最特别嘅就系因为佢嗰啲全部都家乡话，咁家乡话嚟讲呢，系唔知你闹乜噶。咁点解你唔对住埲墙喺度闹呢？横掂都冇人听噶啦，系咪先？不过闹下闹下又有人回。即系话呢度禁烟嘅噃，你唔应该即系揸住口烟入嚟噶。跟住呢，嗰个红衫大汉佢系咪想自杀呢？着红衫嘅话系猛啲啊嘛，好似佢话咩啊？呢度咁多街坊都安分守己，哇！我又唔明点解佢听得明呢句，即系你录唔到佢前面嗰啲，点解会录到呢句嘅？可能佢有一两句系讲得啱啦，又或者呢句人哋教佢嘅系咪先？你冇可能噶嘛，喺度闹闹闹，人哋都听唔明。但系呢句啊，又录到嘅，即系话咩？呢度咁多街坊都安分守己，咁即系咩啊？人哋唔安分守己，冇乜嘢喎，人哋。咁 anyway 啦，佢讲安分守己，所以个男义工呢就同佢讲啦：你喺度食烟好安分守己、哦。咁跟住个女义工就话叫房署啊，喂，捉人啊，食烟啊！好啦，咁可能嗰个红衣大汉系地头虫啦。咁佢又讲咯，你系咪住呢度噶？呀，要爱你自己嘅家园先得噶嘛。冇人回佢嘴啊，爱家园你就唔好食烟整污糟啲地方啦，都唔跟指示嘅。系啊，冇人回佢嘴啊，是但啦。佢哋讲另一样嘢，你话你可唔可以讲翻广东话啊？啊嚟了啦，跟住就自爆身份啦。咁呢，嗰个红衫佬呢就话啦，我系潮州人。跟住可能俾人激亲啦，因为个男义工话我哋香港人啊，咁红衫佬呢，就将佢嗰个唔知系红万啦，将支烟呢就掟咗落地下咯。咁呢，有人又刺激佢啦，喂，乱抛垃圾啊，拍晒片啊，即系咪精神失常嘅呢？佢话乜嘢，成个污糟邋遢，佢好似听唔明人话噶。跟住佢话啦，我抛垃圾我会俾1500。跟住啲人呢就喺度话啦，哇，你咁样都得嘅，系咪俾钱就要乱抛垃圾先？其实我认为系嘅，俾咗1500啦，跟住罚完，跟住你再抛再1500，系咁罚落去，咁咪得咯。嗰条友啊讲嘅啫，你方佢真系会俾钱，不过拍晒片噶啦，告佢啦，真系叫人执法啦。嗱，跟住大家小心啲啦，因为呢个红衫佬呢。佢又唔惊掂你，你好惊掂佢啊！真系，跟住就发疯啦，喺度喐手喐脚啦。咁人哋梗系叫佢唔好冲埋嚟噶啦，喂，你唔好喐手喐脚，冲埋嚟。跟住又系嗰句啦，你系咪中国人？你系咪中国人？哇，真系好似丧尸咁，得一句，你系咪中国人？即系佢系将成个世界当做中国同埋非中国，净系咁样分嘅啫。咁跟住呢个老翁呢，哇，好恐怖！系另一个啊，跟住又攞住支拐杖喺度挥舞啦，又喺度大叫：我唔打死你，我几廿岁唔同你搏啊！咁呢度呢，就已经，我觉得呢单嘢真系最搞笑。
啊，不过太恐怖啦，即系呢啲人好多暴力袭击事件啊，咁就俾人落 charge 啦，有啲袭击啊、刑毁啊呢啲罪行啦、啊，哇，真系有啲友咧，仲走去烧嗰啲连侬场添噶喎，纵火喎、啊，大佬，咁仲有一单就大家都好多人知噶啦，就系7月11号嘅凌晨啊，咁有一个咧灰色衫嘅技安。咁你知技安系点噶啦？啊，肥嘟嘟咁样，哈哈霸霸咁样，咁走过嚟呢，就首先将个老老地嘅义工呢，就打醒咗先，骨折添啊人哋。咁其他人梗系围住佢噶啦，然后佢话自己俾人围好惊，所以呢，就连环13拳咁样打落另一个人个头嗰度，嘢嘢 headshot，好惊啊，好惊啊，咁系咁喺度打。哇！真系佩服啊！嗰条友竟然系坚持唔还手噶，呢啲真正嘅铁头功啊！黐线，咁我唔知啦，警察之后会唔会放走嗰条友？但落差暂时就系咧，袭击导致他人身体实际伤害，咁暂时又拉咗，唔知之后点啦？哇！即系我都未听过可以咁样嘅，呢、这个可唔可以界定为一个叫做连侬场之乱啊？啊，即系估唔到少少嘅连侬场系可以有咁大嘅威力，可以逼到啲僵尸跳晒出嚟咬人嘅，真系贴符咒啊！我都话一眉道长劲噶啦，即系搵啲符咒喺度贴贴贴，咁啲僵尸就会死晒噶啦。好啦，咁而家讲下呢个消灭连侬场嘅方法。啊，首先讲呢个黄色版本先啦，黄色版本当然就系。啊，都唔会发生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林郑突然间呢就觉悟啦，咁然后呢就话撤回呢个方案，甚至乎呢因为啊忏悔啊，即系食咗惭愧波板糖，跟住忏悔自己嘅行为，然之后咧就上吊去自杀，咁同时间呢又特赦，有呢个权啊嘛，咁就特赦好多被捕人士咁样。咁做晒呢啲嘢之后就上吊自杀，终于做翻件啱嘅事。嗱，咁你就会见到啲连侬场冇晒噶啦，系咪？系咪咧？可唔可以咁啊？好啦，咁提供一个蓝色版本嘅方案咯。蓝色版本方案呢，好简单，由今日开始，淘宝、亚马逊以及海外全部禁卖咪姆纸。即系好似之前啊嘛，好似黄色头盔、啤同埋黑色衫呢，系淘宝嗰度唔俾集运嚟香港，咩捉到严惩喎？哇！咁人哋转咩色嘅衫，咁跟住你又禁啊？禁下禁下，即系系咪要裸体示威呢？第时咁如果人哋杂不楞咁去嘅时候，咁又点呢？哦，系，杂不楞易认啲哦，嗬，即系易求其搵啲人混入去，跟住人哋又见唔到咁样，系咪咁嘅意思呢？睇怕都系，即系谂埋晒啲屎桥。好啦，今日讲住咁多先。